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我是半吨。今天半吨带我来北京的哈，还是头一次来北京哈。这个是叫什么地儿？清凉谷。据说这里面还有漂流啊，很是刺激啊。走，我带你体验一下。走。走。就是玩。你小心别卡着你啊。我这么瘦，还得测身儿。走，上。走，出发了！阿米怕不怕？你说呢？你的腿不要抖，我拍拍你。上了，学了哦，太高了，全是石头，小朋友，全是石头。我这是头一次坐缆车，你坐过没？我也是头一次。哦呦，这个风景太爽了啊！看一下多哥，我不敢看啊，我都不敢看。我一直在闭着眼睛，让机器帮我们看一下好了。这还挺漂亮啊。到时候开个活，我带你去坐那个电梯，上玻璃栈道。咱上来就来个最刺激的啊！必须的。电梯上行。哎呦，哇，太高了！这是玻璃天桥，在这峡谷里边，风景甚是优美啊！走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往往第一步很重要啊，第一步非常重要。啊、你迈着它去。第二步就无所谓了，好像一点都不像，好像一点都不像人一样啊，都是一比，好像所有的人。来到水晶长城了，不到长城非好汉。今天我带你看看水晶长城，这里边的建筑都是水晶做的哈，晚上还会发光，晚上呢就更漂亮了。我们来到水晶长城的城墙上。碉堡是吧？二，玻璃栈道，这个跟那个玻璃天桥比的话，就小 case 了，一点都不怕啊。对，我很勇敢啊。来到这个瀑布了哈，叫乐山瀑啊，飞流直下3000尺啊，疑似银河没九天啊。不是会背诗呢？哎，长本事了。我也就记住这句了。下面就是漂流了，然后去玩漂流，最刺激的一个项目哈，漂流。走，上。刺不刺激？刺激。爽不爽？爽。凉不凉快？凉快。你怕不怕？你怕。太刺激了！我们俩比较重。刺不刺激？你太坏了，应该你坐前面。生气了，胖墩生气了。太坏了他。我看湿了多少？我看。没事多少吗？都湿了还没吃多少。玩了一天了，肚子有点饿了。我不饿，就是玩。这儿可有好吃的，密云水库的大鱼。那我跟着你吃点吧。终于回了。嚯，这还是个套房啊！半吨这小子挺讲究啊。哇塞，这房间不小哎。我去看一下他的房间。刚给你打电话你就来了，我看你这个房间，哎呦，还挺温馨的嘛。价格你的那个房间呢？价格的房间在隔壁，我一会儿去看一下。哎呦，这也可以哈，这怎么还有个小桌子啊？在那儿打嘛，来在那儿打牌，来过来。要不要？不要。要不要？不要。哎，走完了，哈哈哈哈，走，咱吃饭去吧，走。哎。这鱼怎么样？这鱼老新鲜了，你肯定很好吃。你又不吃？我说好了陪你吃的，来。给哇塞，好大！跑了一天，可饿坏了。来吧，就别等了，开干！赶紧开整。闻着这好香啊！我这鱼倍儿香啊！这个鱼尾巴还好吃。嗯，我喜欢吃鱼头，这金针菇好吃，你看。劲道得很，这鱼的做法是北方做法吧？这是我们这儿的灶台鱼，啊、既能吃鱼又能涮火锅啊！我们这儿都拿切片，也能涮火锅。这鱼太棒了，你尝尝，歪来一块。嗯，哇，我这个是鱼唇的。嗯，那鱼唇真好吃。玩开心了吗？开心了。吃高兴了吗？高兴了。来。喝一个来，喝个，干杯！干杯！干不着，我干不着。你站起来。